本次视频将为您介绍 Phantom 4 Pro 加遥控器使用 Micro SD 卡的固件升级方法。浏览 DJI 官方网站，进入 Phantom 4 Pro 专题页面，进入下载页面，下载最新的 Phantom 4 Pro 加遥控器固件压缩包，将解压后的文件拷贝至 Micro SD 卡的根目录，将 Micro SD 卡插入 Phantom 4 Pro 加遥控器的 Micro SD 卡槽中，开启遥控器电源，进入系统设置，关于设备，系统升级界面，点击屏幕右上角中的本地升级，可以查看到 Micro SD 卡中保存的最新固件，点击升级之后自动开始升级，升级过程中遥控器会自动重启并进入系统升级界面，请您耐心等待。升级过程中不要关闭遥控器电源，不要拔出 Micro SD 卡。感谢您的观看。